会先提供一些讯息，我会先提供一些安慰。王老先你是很久没有就觉得他刚被救出来嘛？嗯。你要去旁边检测一下，因为旁边有个量血压检测站，或者是你要喝水吗？旁边那个慈济也有，慈济师兄他们有在那边煮做饭，有没有水？要不要帮你买一些？他会跟我一些互动，这些互动的对话也可以制作成新闻的，我就不需要去问那些问题了。但我也对于我所有的观众是有一个交代的。再我举个例子啊，很多登机不是登机者，很多年轻记者啊，到了台风天的时候要连线要表现，水淹到这么高的，他就在跳到水里面去连线。观众朋友，现在不在花莲美仑这个不在玻璃窗那边吹过之外，你看花莲美仑这边淹水淹到膝盖的这么高的高度，其实这种都是非常危险，因为他在的地方可能附近会有变电箱，啊，但为什么要站在水里面呢？我请问你，今天50台到55台都在美仑饭店连线，啊，一个 TVB 淹到这边，啊，东森淹到这边，请问你看哪一台？看 TVB 淹到这边举手。看东森淹到这边举手。各位在座的同学，你们都证明一件事情，叫做人心本恶。啊，如果说今天三立淹到这边的话，我看应该马上转三立。为什么？欸，那记者哪时候会灭顶啊？哪时候会淹？会不会淹过头？没有办法，这是人性，因为感觉比较。说实在话，你会有视觉上的刺激效果，人会喜欢在地方看，而这东西呢，隔天会反映在收视率调查上面。同一时间都在淹水了，淹到这边的收视率最好，所以呢，记者就被长官打电话来，你在干嘛？我在连线。你在哪里？花莲美仑。啊，第一台那个三立也在花莲美仑，那为什么你是淹到脚踝？我不知道耶，那个可能 TVB 在水沟里面吧，那你也看下去啊，跌下去。那这样其实是危险，因为可能旁边会有变电箱。但说实在话，有经验的记者像我的话，我去那边我就不会讲那些。他从来不会沾湿的。我就会在美仑饭店比较高的那个吧台旁边站在上面。观众朋友，现在美仑饭店整个已经被水淹过了，淹得多惨状呢，你知道吗？来，镜头过去看看，旁边有，旁边有四五个记者，旁边连线都淹他们胸口，淹到那么高，你看看，真的非常危险啊！人生啊，转换一个角度方式，照样呈现，但是呢？不会死的是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有变电箱，有电线很危险的，有了七小，生命很宝贵。所以你刚刚讲的问题啊，很多时候换个方式呈现，有同样的效果，但是不需要那么直接，就会有一样的状那个 feedback 出现。好，再开放一个问题，前面这个女生好了，来，第三排的。啊，那个阿姨叫薇，她叫薇薇。好，阿嬷。好，来前面，然后你拿麦克风给阿嬷，来前面这个直接用讲的好了，麦克风给后面阿嬷，你也直接用讲的。你对你讲，帮你叙述。我要请问说，从50台到55台，从50台到55台，5个新闻台，有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政治色彩。50到55台各家电视台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政治立场，当一个新闻出来之后，可能各自会有不同的解读。当主播的如何该去做新闻的诠释，就是他的问题，非常有自信，不会被左右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来，请回答。我自己在职场十几年来啊，老实说，我真的不感觉到我们 TVBS 有任何的色彩。人家没有说你们台啊。对，他也许是说有些极蓝，有些极绿不同的呈现。但是我先跟你讲我个人的感觉，我们从来在做新闻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一个长官去指导我们要做成蓝的观点或绿的观点，我们从来没有被任何人影响过。三立新闻部我不知道。对，我只说我们的台，因为我没有待过其他的台，真的。从来没有人说要抽掉我的新闻，或者是说把我的新闻当中有一段要改成长官说的那个方向去做。我觉得我们是一直都很自由、很放任，让它维持一个自然的平衡，无为而治就是这个意思。因为你不能人，我们都是人，我每一个主播一定都会有各自的立场。你说你真的能够维持这么的超然，我不相信，因为这是人性，他都会有自己的判断、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喜好。但是我们的长官可以运用一个政策，就是不要去干涉，不要去管，让他自然的维持一个平衡出来，那蓝绿就会比较好一点，色彩就没有那么淡。
告诉你 TVB 的新闻部的高阶主管是绿的，你相信吗？没人相信，不过事实上是如此，比较多。OK， 你觉不觉得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大家对 TVB 的印象好像都是既定在谈话性的节目、政论性的节目，去影响了好像整个频道的社会观感。所有的新闻台是蓝是绿，都是观众给他的标签。其实新闻台里面自己真正有立场去做的，几乎不太会有，因为记者出来写好稿子以后就上了新闻，你就看，其实基本上电视台运作方式啊，主管没有太多，几乎没有时间去帮你改稿子，除非播出来之后他认为有问题，不能播重写。那第一时间播出来的话，基本上是主管在那个流程当中是没有时间去改稿子。顶多只是做一些把关跟审核，错字啊、标题或者是一些意思，对不对？但是会去观点上的修正。但是如果是新闻的节目的话呢，那就另当别论，因为节目有制作的时间跟流程，它可能议题的设定上面会有一些色彩在里面。但我还是宁愿相信台湾电视台，尽量是当然不要有政治的党派的色彩会比较好一些。而且你看，我们主播也是非常自由的，我们要播出什么样的稿子，基本的底是记者写给我们，会给我们一张稿子。可是我们要在 on 之前，我们都会自己重新修改、重新写过，记录在我们的电脑里，所以也是各自为政，然后各凭本事来做一些诠释。那你说会不会有色彩？我觉得蛮难去掌握它有一个什么色彩。所以要完全不然不会就看一电视。后面还有一个阿嬷，好，最后一个了，咱们时间差不多了，要不然各位没有喝下午茶时间。谢谢啊，又最后一位，我是板桥福仁社的阿嬷三姐，请你说说你们亮丽的后面，你们吵架的艺术。哦，吵架艺术，刚才你要接题了吗？好，等一下，我要吵架机会。我可以说吗？我们吵架艺术。各位可能有所不知啊，当时我在双主播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距离大概就像这样子。对，而且我们好惨哦，我们在同一个公司，连办公室长官都太贴心了，就把他安排在我的旁边，所以我们只要是进了办公室，就是24小时黏在一起，一起报新闻，然后在办公室坐在一块儿，然后回家一起养育小孩，在同一个屋檐下，像双胞胎连体婴。人家在问我们怎么吵架。对，但是我们很少吵架。你可能看新闻画面上面呈现是一片和谐啊，不过我要实际演练给大家看，我们在播新闻的同时在做些什么事情。我们先播这条新闻，播花莲美伦饭店。花莲美伦饭店今天下午来了300多位学员，现场非常热烈啊。对啊，看到大家都非常专心，好投入哦，正在听演讲者的自白。到底现场多么的热烈呢？我们请看这条新闻报道，开始播新闻喽。我觉得你刚刚那样讲不太好哎。我们现在讨论刚才我们下面要播什么东西啊？下面要播的就是今天晚上他们回去的时候，是不是会阻塞他们？要不先播这个？不要。你讲这个，我讲这个了。不要。我讲这个了。我讲第二段吗？好了，你讲第二段，我讲一跟三。没办法，我讲一好不好？不要。不行不行。三二一。我还负责开场。好了，我看到今天这些观众呢，今晚上如何能够来发现？我想门口的接驳车都已经准备得非常好，这一次主办单位非常的用心。而且好消息是，他们今天下午没有下雨，跟来时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。这一趟带着满满愉快的心情回到家，今天星期天晚上你会非常的好睡，而且已经确定了，明年还要再来参加。来看这段话，我刚刚不是说我给你看吗？那你是要怎样？谢谢大家，我马上开始。的确是这样子啊，就是在播新闻的时候，是我们。结婚到目前为止最会吵架的时候，我们只有在工作上会吵架，私生活完全不会。好，因为我 EQ 比较高，永康不管生什么气，我一定会先跟他道歉，真的。不管今天是他不对或我不对，无论如何，为了维持一个家庭的和谐，我一定先开口道歉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圣经有句话说。我们男人先生是太太的头，先生是家里的头，对，所以说太太要听先生的话。对，就算这个头是头昏脑胀的头，我还是要听他的话，好不好？因为女人是肋骨，我们是头，所以为了这段话，有多少人转信基督徒，你知道吗？对，我们在工作上面会有一些争执，但是所有的事情都留在摄影棚里面，出去之后，我们几乎生活上因为观念什么都很类似，很少有机会吵到架。但如果真的吵架的话呢？第一，他会先跟我道歉，就算我无理取闹，当然就会比较像女生，他比较像男生。第二呢，就是我们在某一个人最生气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会去正面对正面交锋，绝对不会，这太笨了。比如说今天是我很气，他就拿着包包走了，他去下面去逛街，半小时才回家。
那我会自我检讨，半小时我大概气就会消，不太能够沟通。所以我们在最生气的时候，是像磁铁的南北极，绝对不会碰在一块儿。因为在最生气的时候，说出一些不理智的话，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，那就不好了。那关于夫妻相处之道，我希望下次有机会能够去板桥分会那边继续做分享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时间差不多了。谢谢，谢谢两位领主播，他们今天带给我们的感觉，绝对是跟我们昨天的场子是不一样的。我们要有始有终，我们要上台鞠躬，上台鞠躬，谢谢。我们主办单位也准备了要送给两位的礼物，那么我们请总监上台为我们颁奖。那各位学员，我想这样的精彩的演讲，我们要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，好吗？请把荧幕升起来。这么活泼的主播啊，带给我们啊，真的在新闻的视角上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希望啊，我们明年的这个 run out 的机会的时候，还可以请得到两位来为我们做一些不一样的讲题。时间，请各位去上上厕所，因为我们外面的茶点。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场也非常精彩的演讲，请各位在